你说话呀！怎么了？就是你看到这样，回家说。小娟，别问我了，因为这个分手了。对。好，那我现在告诉你，分手无效。韩芷雪，你不要这样，也没必要这样。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这个病没法治的，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那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你听清楚了吧，我这个病只能活三年，最多五年，我会死的。谁不会死啊？我也会死啊。不是这样的。那你告诉我会怎么样？现在胳膊不能动，是不是？胳膊不能动，那能不能治？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不是生病了就治病这么简单。我的病没法治，连药都没有。现在是胳膊，很快就是全身，全身就都瘫痪了，废了。你要让我在你面前当一个废人吗？你走吧，不想拖累你，真的。你走吧，走，走啊！你跟我吼什么呀？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跟我玩蓝色生死恋是吗？谁不会死啊？谁都会死。咱俩就算是活到200岁了，他还是会死。那死了再分开呗，你何必在活着的时候他就要分开呢？你别跟我说什么这病治得好治不好的事儿，你有病你就去治病。你现在你不是好好的吗？你不是好好的坐在这儿吗？你胳膊是不是还能动？是不是？我问你话呢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现在还能好好的睡觉出门？你是不是还能好好的在这儿坐着？你好好的，你为什么你要跟我走呀？我走了，你这个病它就能好了吗？李杜，我都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事儿了，你就不要我了，林总，你能不能别赶我走了？你能不能别赶我走了呀，林总？对不起。